我们可是一天都不敢休息呢。所以今天呢，就让我先在家看店啦。好辛苦哎、欸。是啊，我看我哪天啊，也去让你弄弄头发啊。好啊好啊，你到店里来啊，我一定把弄得美美的。你意思是说我现在不漂亮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可没这个意思啊，真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的。我开玩笑的啦。其实我这个人啊，看起来比较凶啊，讲的笑话呢啊也不好笑。好笑好笑好笑啦。啊，怎么都我们两个在讲话？就是啊，哎，你们两个才是主角哎，你是男生，你主动一点啊，跟女生讲讲话嘛。吃饭了，开心的嘞！今天奇怪了，都不讲话，一定是害羞，害羞了。哎呀，原来总经理心里是这么喜欢我们家木凡啦！那这样的话，我这个做妈的可就放心了。不是啦，其实我……你怎样？闪啊闪啊，嗯，你不好意思说对不对啊？那就好了，你跟赵小姐呢两个在外面走走，这个有话呢好好说，慢慢说，说清楚。啊，是啊是啊，啊快去啊去啊去啊，好好说说清楚。我妈和你大姨妈好像蛮话聊的哎。你怎么了？焕宇，焕宇，怎么了？你今天都没有说什么话哎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木凡，有件事我觉得应该要跟你说清楚一点。嗯，说啊。其实我喜欢你妹妹，可是没勇气对你说。怎么啦？焕宇，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跟我说啊。我们以后相处的时间还这么长，我希望能多了解你一点。你知道吗？我本来都不做家事的，也不敢吃辣，也不懂你喜欢的那些公仔。可是为了你，我会努力的。希望你能感受到我的心意。谢谢你还送我们回来。哪里？下次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再来我们家坐坐啊。哦，好。那拜拜喽。再见。晚安。晚安。
喂。喂，柯柔吗？你有在家里吗？我想要跟你见面。我不在家哎，我跟夏匡在外面。是吗？那我要跟他说话。啊？雨落在没风的午后，雨停了几分沉重，我们安静地听着心跳的节奏，谁都不开口。规年冬天，阮的身躯唔捌一时大，有时水冷到亲像。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来？你故意的哦。是啊，我是故意的。你跟我姐约会，我为什么要去？你当然要来啊，因为我本来打算在所有人面前坦诚我喜欢你。你疯了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我为什么不可以？你这样子会伤害到我姐。我不讲才是伤害她。我今天本来差一点就要说出口了，可是我真的很没种。要是你今天有来，我一定就有勇气说。你说了又有什么用啊？我对你又没有感觉，你说了，我也只会当面拒绝你而已啊。